怎么跟 DK 对卡呢？这个我们的组合哎，好那个好少啊。开场打一波吧。什么？开场直接打一波吧。晓得，但是啊，战胜，但是他讲。震荡波，横扫，迅捷风，惊魂咆哮，风暴之锤，没了。树皮 ，S 破板，鲁莽，徽章，哇。铁木树皮，横扫，旋风，哇，这个显得太好了吧？盾反。暂时反应有点慢。惊魂咆哮。铁木树皮。风暴之锤。错愕怒吼。旋风。哇。被吹啊。震荡波。小心啊，可能要这样。旋风。盾反。Oh no, 在迅捷。旋风。被抢，我招架下春发，破挡怒吼，背后惊魂咆哮，哎呀，树皮，下边，啊，我吹战士，旋风，被吹，风暴之锤 ，S 破板。背后狂暴之怒震荡波还是被晕住惊魂咆哮旋风他下来徽章okay. 风暴之锤盾反旋风这是小的震荡波再吹小的惊魂咆哮吹一步旋风打断做得好横扫吹小的风暴之锤被晕迅捷旋风做得好旋风吹僵尸自然之握吹僵尸树皮 S 破板横扫震荡波风暴之锤惊魂咆哮空晓得鲁莽狂暴之怒我被推下去了旋风破挡怒吼野心机心啊难道
这叫的吗？徽章。哎呀。被一直被晕。震荡波。被晕。在补自己。风暴之锤。小心战色。错愕怒吼。怎么这么痛？旋风。盾反拳击。云晓得。我靠，他的血怎么没得掉？金魂咆哮。横扫。迅捷旋风。风暴之锤。啊？自然之握。徽章。震荡波。S 破板。旋风。惊魂咆哮。旋风。是这样。风暴之锤。他的风暴之锤每次都没有接好。盾反。这个真是很痛哎，打的。怎么回事呢？小的补得很快啊，这那么快就半条就补下来了。惊魂咆哮，旋风。我没中。震荡波。旋风。打小的吧，现在。风暴之锤。破挡怒吼。绑了是但是啊。哎呀。惊魂咆哮。迅捷旋风。捍卫。狂暴之怒徽章。S 破板。背哄啊背哄啊。走不走。震荡波。旋风。被吹啊。风暴之锤鲁莽。旋风。徽章。惊魂咆哮。旋风。上来上来。补补的。横扫。十三分钟。旋风。风暴之锤。震荡波。盾反惊魂咆哮。旋风。哇靠，卡在那边。没事没事，递减了已经。我吹草的。风暴之锤。树皮。破挡怒吼。震荡波。他们的恐惧。狂暴之怒。用的真密。惊魂咆哮。盾反。下来。可能迅捷治疗。铁木树皮。S 破板。微控。乌索克之力。风暴之锤。缴械战色。错愕怒吼。宁静。宁静。
魂咆哮，震荡波，旋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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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章啥？徽章，徽章，风暴之锤，我晕我晕，哎呀，你刚好被晕了。树皮，徽章，网站是吧？盾反，铁木树皮，错愕怒吼，旋风，捍卫，我被吹。迅捷治疗，风暴之锤，破挡怒吼，我被空，被空，被空。震荡波 ，OK， 看了野心之星，万鱼群，树皮 ，S 破板，哇，他的鲁莽，没有 CD 的吗？狂暴之怒，缴械战士，缺了战士，换换换换，再换，自然之握，盾反。惊魂咆哮，旋风，捍卫。沉默了他。风暴之锤。哦，打得很惊险哦。很恐怖啊。毕竟我们是老牌的战德啊。对。不是你们这种新手可以比拟的。但是他们两千分啊。我本来还想说战德输战德很丢脸，没想到他们是两千分的。